最近社群上掀起音准挑战风潮，可以透过声音的高低音控制游戏中的球通过障碍。Aspar Winter 近日也在社群分享了挑战片段，只见他非常轻松的就通过了第一道关卡，没想到在上到 Ray 的时候，却一直被判定过高。你在多次尝试未果后，他发现只要音高够高，就能轻易的越过障碍。他索性一路飙海豚音道通关。Winter 挑战时的可爱模样，让粉丝纷纷融化。